愿意弟兄姐妹啊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感谢你啊，在今天晚上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神啊，我们要赞美你，我们也渴慕你。神啊，我们每天透过读经，渴望与你相依。我们知道很多事情靠自己是不行的，神啊，我们要迫切的祷告啊。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遇见周遭的环境，很多的试探，很多的迫害，很多的不得已。神啊，我们恳求你降下圣灵与我们同在。很多时候靠我们自己，我们是软弱的，我们肉体是多么的软弱。但是我们靠着你，我们就可以，我们可以做一切的事情。谢谢神，我们渴望在每一天的祷告与灵修里面。神啊，你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让我们把圣经读得更好，也让我们更了解人生的意义。感谢神啊，我们今天晚上所有的读经的活动，神啊，我们恭恭敬敬地交托在你的手上，求神保守。我们还有啊，在来的路上还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求神引领他们，让我们能够把今天的事工进行得非常完整。谢谢神，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经文哈，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上次的26章，看一下。从26章的第6节，OK，好，我们回顾一下26章的第5节哈。我们先看一下26章的第5节，我们上次讲到这里。OK，这一卷书是《The Book of Acts》，Acts 呢是我们的使徒行传哈。Acts，我们来看一下第5节，They have known me，They have known me，就是从过去到现在，这是一个完成式，他们已经知道我。啊，他们已经认识我了啊，for a long time 啊，已经认识我挺久了，很长的时间了。And can testify，他们可以做见证啊，可以做见。这些人认识我久了，当然就知道可以做见证了。OK，好。声音听不太到吗？现在应该可以吧？声音 OK，好。OK，所以。他们可以做见证，他们认识我很久了，应该是可以做见证。If they are willing，假如他们愿意的话，当然他们不愿意，当然也就不会做见证了，是吧？OK，that according to the strictest sect of our religion，OK，这个是根据，OK，根据我们最严格的教门。OK，of our religion，我们信仰里面最严格，就像信仰里面也是有分门派或者是不同的这种路子哈，不同的这样子，这个叫sect of our religion，我们信仰里面都是信一样的，但是可能有分不同的教门，叫 sect。Strictest，这个 strict 是最严格的哈，后面加 est 最高级，the strictest 最高最严格的这个教门哈，根据我们的这个最严信仰里最严格的教门是这样子的。他说，I lived as a Pharisee 啊，我呢生活的是做着，在我生活里面，我作为一个法利赛人。啊，生活里面作为法利赛人，基本上在当时，只要你把法利赛人这个字讲出来的话，别人都知道，OK，都知道这个是一个是最严格的教门啊，最严格的教门，OK，好，我们再往下看哈，第6节 ，And now it is because of my hope，OK，现在是因为我的希望啊。我是希望这样子，in what God has promised our fathers，这个是在上帝给我们的先祖先辈应许的啊，应许的，这个也是因为我
在上帝给我们的先祖先辈应许之中呢？ OK， 那我也有这样的盼望啊。我这样的盼望是什么？ That I'm on trial today。 我理解，就是说他自己对现在当时的状况的理解，就是注意这个是现在，是 I am on trial today。 今天我在这里，我就是啊，我就是受试啊，这个是一个试炼啊，是一个试炼。基本上，因为他遇到一个难处，这些犹太人都要控告他，是吧？啊，都要控告他，然后都在指责他。但是他说，我在神给我们的应许里面，给我们先祖先辈的应许里面，我是了解的。OK， 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盼望，我了解。今天这种情况就是 I'm on trial today， 我今天就是在受试探的啊。OK， 好。This is the promise our 12 tribes are hoping. 这个先祖先辈上帝给我们的这个应许是什么样的应许呢？就是后面讲的 This is the promise. Promise 是一个应许哈。后面讲的就是 our 12 tribes, 我们的12个支派啊，12个支派 are hoping to see fulfilled. 我们的12个支派呢都希望被成就 fulfill， 什么事情完成应验成就都是 fulfill。 OK， as they earnestly serve God， OK， day and night， 就当他们是 earnestly 啊，非常恳切的，非常切切迫切恳切的，叫 earnestly， 他们很恳切的服侍神啊，日夜昼夜的服侍神啊，这些啊，十二个支派，他们的都希望能够被成就啊，都能够被成就。O King, it is because 哦，王啊，哦，这个讲话的这位王 ，it is because of this hope， 就是因为这样的盼望，就是因为这样的希望 ，that the Jews are accusing me， 其实就是因为这样的盼望，所以他们在指责我。他们来指责我，来控告我啊，来起诉我啊所以基本上就是他并没有指责犹太人的错误或者是犹太人怎么样，但是他相信犹太人的动机是好的。犹太人基本上他们控告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但是他们也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迫切的盼望，因为过去在犹太的经书里面是有讲过 ，OK， 有过这些神的应许，所以根据这样的应许，他们很恳切的盼望 ，OK， 那所以他们不了解的情况下，才会造成今天的这样的情况 ，OK， 好。Why should any of you consider it incredible that God raises the dead？ 啊，现在讲的是这件事情 ，God raises the dead 是神让死的。这个死人复活这件事情，那为什么这件事情 any of you 你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会觉得会应该觉得 consider it incredible， 认为这件事情太不可信了哈，这个太奇异了。 OK， incredible 通常都是指一件事情就是没有办法理解的事情。 OK， 为什么会这样子，你们为什么会把这个事情当作不可以相信呢？I too, 我以前，我自己以前 ，I too, 我也是 ，was convinced, 我是这样子的啊，确信，我自己以前也是这样确信说 ，I ought to do all that was possible to oppose the name of Jesus of Nazareth 啊 ，Jesus of Nazareth 指的是拿撒勒人的地方的耶稣啊。我以前我自己也是认为 I ought to 是我应该要这样做，做什么事情呢？ All that was possible， 任何可能的，极尽可能的，任何可能的事情我都要去做，也就是去 oppose， 去反对啊，去攻击，去反对后面这件事情，反对拿撒勒人耶稣的名。 OK， 反对他，要攻击他，要应该站在对立面。我以前也认为我自己是应该这样做。OK，
And that is just what I did in Jerusalem. 也就是说，这就是我以前做的。注意，这个 did 是过去式，所以呢，说的意思就是以前在耶路撒冷，我以前也这样做过。我就是也反对拿撒勒人耶稣。Under authority of the chief priests. OK，所以从这个祭司长，在这个祭司长。Chief priest 是祭司长，对吧？哈，在那些祭司长人他们的权柄里面，OK，啊，他当时是受到这些祭司长的同意的哈，在那些祭司长人的 authority 是他们的权柄，在他们的权柄之下，我做了什么事情呢？I put many of the saints in prison 啊，in prison 是下到监牢里面去。我呢，就把很多的 saints，这个 saints 指的是圣徒啊，很多的圣徒，我就把很多的圣徒啊关进监牢里面去了。Put 什么人 in prison 是把什么人关进监牢里的意思哈。Put in prison。And when they were put to death，当他们被致死的时候，OK，I cast my vote against them，OK，而。当时呢，他们被致死的时候，我还是一样，OK，我行我素，就是当时是没有什么怜悯心的，OK，当时没有什么怜悯心，所以纵然他们是被致死了，OK，他说我还是 cast my vote，cast my vote 基本上就是我还是决定性的一票，因为当时。他决定这些东西是吧？所以 cast my vote 就是我还是一样投下赞成的一票，反对他们。OK，将他们要被致死，我还是一样坚定的啊，我还是 cast vote 就是我还是丢出去一票，我赞成他们应该被致死。等于说他们被致死，我心都不悔改。OK，是这样的情况。OK，many a time 哈，many a time 很多次，many a time I went from one synagogue to another，我呢就一个一个的会堂去，所以我去一个又一个，one synagogue to another，我一个一个去拜访这些去这些会堂做什么呢？To have them punished 啊，have them punished 是让他们受到惩罚。让他们受到惩罚，and I try to force them to blaspheme。我甚至尝试着要强迫他们 to blaspheme 让他们去，基本上这些很多时候甚至是去抹黑他们，OK，去亵渎他们，OK，所以做的事情是非常非常不好的哈，非常不好的，所以。他基本上呢，就是让这些人被亵渎然后一点不尊重他们。OK，to blaspheme in my obsession against them。OK，甚至我还强迫他们。OK，这个是就是他形容自己当时的手段的过分到什么程度过分到什么程度？这个 obsession 指的是一种非常。已经到了癫狂的地步，就是很固执的，一定要做这件事情，叫 obsession。In my obsession，对一件事情执着、顽固，然后非常痴迷于做这件事情，一定要这样做，就是 in my obsession against them。所以，在我这种非常固执的这样子去对付他们的时候，我到什么程度呢？I even went to foreign city to persecute them。我甚至还到，不止在以色列本国哈，以色列的这个地区，我甚至还到外面外邦去。Foreign cities 是很多个城市，外邦的城市去 persecute them，去迫害他们去。所以不只是在以色列本地，他还迫害他们到外面去。OK。就厉害到这个地步。
On one of these journeys，哈，其中有一趟旅程啊，因为它到外面去就算 journey 了，是吧？比如说，其中有一趟旅程，哈，I was going to Damascus，有一趟旅程，我是去大马士革的，with the authority and commission of the chief priests。当时呢，他是，这个首先他是先拿到了这些祭司长的这个 authority 还有 commission 啊，这两个 authority 是他的权柄，也就是他已经被祭司长授权了 ，commission 是这个祭司长给的命令啊，就是都有上面的人同意了。啊，他带着这个到大马士革去执行这些啊，就是去追捕这些人的。好，about noon，在中午的时候，就是中午下午的时候，about noon time，O king，as I was on the road，当时我就在路上哈，当时我是在路上，I saw a light from heaven，我就看到天上有一道光下来，a light from heaven。Brighter than the sun，OK，比太阳还要亮。Brighter 啊，bright 本身就已经很亮了啊，brighter 比那个还要亮啊。Blazing around me 啊，blazing 啊，基本上 blazing 就是它在我身边到处的啊，都是发亮啊这种情况。blazing 的话，基本上是这种不只是发亮而已，它是等于算是很炽烈，好像火一样啊，很燃烧那种，亮到像比火还要亮，这种叫 blazing 哈，blazing around me 哈，等于炽热的燃烧着我四周。And my companions 哈，不只是在我的周围，而且呢，around 这个是在我的四周，我和我的同伴 companion 的周围都是这样子的。好，OK，we all fell to the ground 哈，我们。通通都倒在地上了。And I heard a voice saying to me in Aramaic，我就听到当时有一个声音跟我说话。这个说话的声音是 Aramaic 啊，是亚兰话、亚兰语哈、啊。亚兰语跟希伯来语是非常通的哈、啊，非我差不多就像方言一样。好，他就说了，Saul，Saul，Why do you persecute me？他说：“扫罗啊，扫罗，记得他以前的名字是扫罗哈。他说：‘你为什么要迫害我呢？’啊，persecute，不要忘记这个动词哈，persecute 哈。It is hard for you to kick against the goads. OK，你知道这个是很困难的哈。Kick the goads，这个 goads 呢是指那个马。”你骑马的时候，哈，骑马的时候一定会有这个，这个 goats 哈，基本上，这个 goats 呢，指的就是说，你骑马的时候那个马刺，你用脚去踢它，OK，去踢它。但是这个 goats 在这里呢，OK，还有一个意思，指的就是说这些。除了是马刺以外啊，除了马刺以外，基本上还有暗指的，就是说你来对抗神啊，可以对抗神。So kick against the goats, it's hard 你自己用脚去踢这个马刺，基本上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OK，这是一个比喻。好，下面 Then I asked，然后我就问了。Who are you, Lord？啊，这个 Lord 只是一个客气的说法啊，客气的说法。当你感受到权柄的时候，你觉得，所以一般就称呼对方主子啊，你是谁呀，主子？OK，好，这个时候呢，那个声音就说了，I'm Jesus，我是耶稣，是谁呢？Whom you are persecuting？我就是你正在迫害的这个耶稣。The Lord reply, OK，所以主就这样回答啊，这样回答。好，然后下一节，16. Now get up and stand on your feet。你现在起来，stand on your feet 是字面上看就是用你的脚自己站着，还是一样，跟 get up 是同样的意思，就是叫你说你用自己用脚站起来。I have appeared to you，我已经。出现向你显现，appear 是出现在你面前显现了。
然后要做什么呢？To appoint you 来指派你，appoint 是通常指派任务啊，要指派你呢，as a servant，我要指派你做我的仆人啊，做我的仆人。In what I will, and as a witness，而且作为一个见证人，什么的见证人呢？Of what you have seen of me。作为你已经看见我，你刚刚所看见我，看到我这件事情，OK，来做一个见证人。And what I will show you，啊，除了看见我，你做一个见证人，同时还有我接下来要啊显示给你看的事情，OK，好。十七节，I will rescue you from your own people。我基本上呢，我要救你啊，脱离，rescue 是拯救你。啊，拯救你从什么来拯救你？拯救你出于什么事情？用一个 from，所以 rescue 跟 from 这是一对的哈，不能拆开。Rescue you from 从什么事情里面拆？什么人手里面把你拯救出来呢？Your own people，你自己的啊老百姓，and from the Gentiles，还有要从外邦人的手里面把你给拯救出来。I'm sending you to them。我呢，现在要派你去他们那里啊，去他们那里，就是去你自己的这个老百姓，还有呢，到这个外邦人的手那边去啊。好，I'm sending you to them to 啊，sending you to them，把你派到他们那里去做什么事情？再加一个 to open their eyes，来去首先打开他们的眼睛啊。第二个呢？Turn them from darkness to light. 另外还要把他们让他们转向，从什么到什么，从黑暗到光明。From darkness to light, and from the power of Satan to God. 同时让他们从撒旦的势力里面转向神。OK 好，这些是神说我要这样做，so that they may receive forgiveness of sins，这样他们就可以得到啊，收到得到什么呢？得到罪的赦免啊，forgiveness of sins 哈、啊，是他们各样罪的啊，神看来认为是罪的，就是罪哈、啊，是 sins，forgiveness 呢是这个赦免。这样就可以得到罪的赦免 and a place among those who are sanctified by faith in me, 而且可以得到一个位置 a place, 这个地方得到一个地方一个位置呢是在这些人之中下面这些人之中什么人呢 those who 那些 are sanctified, 这些已经被得胜的人啊成圣的人他们是基于信仰 by faith in me, 就是因为信我啊，相信我，然后他们就成圣的这些人，我们让这样的人得救以后，他们也在成圣的人中间得到一个位置啊，能够得到一个地方，这样子。OK, 好，十九节。So then, King Agrippa, 这个时候他就跟这个眼前的这位王说话了。I was not disobedient.To the vision from heaven. 所以呢 disobedience 是违背哈，不遵守违背。他说我并没有违背 OK, 什么呢 ?The vision from heaven. 我并没有违背那些天上来的异象。因为基本上啊神在他面前出现然后啊让他瞎掉那段时间短暂的时间失去视力。然后基本上这个就是一个Vision 就是一个意象，对吧？哈，他说我没有违背这个天上来的意象。First to those in Damascus，首先是先在啊那些在大马士革的人啊，然后呢，then to those in Jerusalem，然后是那些在耶路撒冷的人，and in all Judea，在整个犹太的全地。And to the Gentiles also, 而且要对外邦人也是一样的。好，所以他把他工作的程序都讲出来，先是大马士革，然后耶路撒冷，然后犹太全地，然后是所有的外邦人啊，Gentiles。我做什么事情呢？I preach that they should repent,
I preach 就是我向他们讲道，告诉他们 they should repent， 他们应该要认罪悔改啊。Repent 这个字非常非常重要啊。Repent and turn to God， 他们应该转向神。And prove their repentance by their deeds 啊 ，prove their repentance， 而且要啊证明啊证明他们的 repentance by their deeds， 怎么证明他们的这个？他们的这个认罪悔改呢，要借着他们的行为 ，by their deeds 哈、啊。你说你认罪悔改，但是你要行出来、做出来看，来证明你的 repentance。所以这个句子里面哈、啊，我们一下就学到两个句子，两个字，一个是 repent 动词，另外一个是 repentance 是它的名词。OK， 好，我们今天停在这里哈、啊，停下来，我们把时。